什么？找我干嘛？他怎么知道我要回来？你要跟他讲啊！我刚才讲，早上爸爸要回来。我就不要跟他讲啊！嘴巴张开，啊，我看。阿叔，爸爸回来，我看看，我爸爸，我说我爸爸带你去玩沙。啊啊！这个是什么？妈咪。妈咪，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个，往这边。你就不要跟他讲了，偷偷回来。你跟他讲，他就知道了。他是今天早上才知道哦。我刚刚早点睡啊，昨天晚上刚刚早点睡，都下午才睡。要去玩了，要到两三点才睡午觉。两三点睡午觉，他不见了啦。6:45不见了啦。欸，你的车车怎么在那里？哎呀，他就拿了。哦，你把它丢下去。哎呀，要不要拿？好哦。啊！好。哇！高。谁丢在那里？好，你把它丢下去。哎呀！变形，我变形，谁变形？变形，不要弄拱，换我，要这样，要这样，压着，然后放上去，粘住，粘两个，快点，粘两个，两个，粘两个，粘住，好，哈哈。粘两个，快点！你要把它压下去，粘住。压下去，粘住。他这样就变软，下去下次他就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要压下去，粘住。不要粘徐叔伟！粘徐叔伟！换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高，啊，他不能这样，可以，不行不行。可以。哎，现在老处理吗？可以，他很累。对。大小心点。